睇下电话先啦，恐怖。查少。系称呼啊？唔系，你话咩啊？恐怖咩啊？在笑。系在咩啊？笑。系点称呼啊 ？Mana。Mana。Mana。系啦。咩名嚟噶？你哋讲咩 ？Lana。哦，点解？哦，点解叫 Lana 嘅？我都唔知道。哦，唔紧要嘅。一讲起 Lana 咧，大家有冇睇 Lana 嗰套戏？嗰套戏啦。宫崎葵啊 ，Dream Girl 其中之一个呀、啊，葵妹，阿葵妹啊，宫崎葵。嗱你唔 Lana 你唔识嘅唔紧要嘅，你话俾我知你嗰个 Dream 你系女嚟噶啦系嘛？段古 Lana 唔系仔。OK， 你嗰个 Dream Boy 嗱 ，Dream Girl 讲咗好多啦，我哋。你 Dream Boy 系点嘅？可能佢想讲 Dream Girl 。Dream Boy 其实真系冇乜噶。啊，你真系真系 Dream Girl 啊？你挛呀？黐线啦！哦，系咁你咁你唔系咁你自己梦中情人啦，我唔知道男定女啦。你系想要佢一个点嘅样嘅？咩啊？你嘅梦中情人，即系我唔知系男仔定系女仔啦。你会系想佢系点嘅样嘅咧？想系点嘅样？靠嚟咁樣咯，又係 fuck 你喎，原來又講到咧，講到係有冇牛奶味冇啊？咁啊，咁出面咯，冇朱古力味嘅喎，話俾你聽，得牛奶味嘅啫，冇朱古力味嘅喎。唔係，但係即係認真嘅 ，Jim Jim 係 Jim， 即係真係你由細到大，你覺得最令到你有感覺。即系最、有性冲动，系啦，唔使睇佢个，唔使睇，我未见过佢个人噶，我幻想到嗰下我已经唔得啦，系咁嗰种嘅，系点样样嘅嘅男仔咧？好难，好难，好难答嘅问题，要高嘅，系一定要高嘅，几多为之高咧？即系一米七、一米八、两米。一两米都唔够，一米八嘅你要，哇！咁嗰啲又好高啊，好高啊，一米八都高咁简单啊，好高啊！你自己有几高啊？先问几高咁样？我16几咯，16几，我都唔算系啊，真系唔算。咁如果一米八都正常啊，一个头啫嘛，咁啊系，一个头，即系唔好相差太远啦。即系我 friend 咁，如果佢哋 goodbye kiss 系要，即系个女真系矮嘅，要抱起佢咯，系抱起佢咯，咪请住个格拉底咁样怼佢上嚟。咁你隔篱，我同爸爸讲拜拜啊。唔系，但系呢个咧，即系咁样谂一谂咧，其实有一个点解女仔会中意男仔高嗰个 gym girl gym feel 咧，其实系啱嘅，系因为你有时唔够高，嗯，喺石嗰一下咧，个女仔格高少少，哇，哇，嗰个系好 sweet 噶，我一啲都唔高，要少少嗱，唔好太多，唔好太多，唔好要担梯，系啦，系少少，要格高少少，我真系觉得唔系，但系我中意一啲系大我好多嘅人嘅，系得，唔想同你倾电话啦，拜拜，唔使你入晒，我救翻你，救翻你，闹翻你，闹翻你，即系你中意系啲年嗱先嗱高就高过你啦，系年纪，大家听我讲一样嘢先，系，即系我唔知道格起石你系咪好感动，系，我就系知道。当你锡佢去褪开，你会好 hurt。得啦，佢真劲伤情啊！呢啲唔好将自己嘅投射喺节目入边。OK， 今日嘅主题已经投射咗，已经讲唔到噶啦。呢节目我投射唔到 ，Dream Girl 唔使讲。唔好将你 negative 嗰边摆上嚟，摆翻落台底先。OK， 得啦，嗱，我哋唔好理佢。嗱，首先，你系要高嘅，系大过你嘅。点解个点解 Dream Boy 呢样嘢，即系 Gym 呢样嘢啦，系一定要年纪比你大嘅，即系你佢贪佢啲乜嘢咧？大嗰下有钱哦，啱啱个歌词啊，有啊，有讲到系，通常老咧就好有钱嘅，系系系啊，嗯，你中意钱啫咁，你唔嫁俾人系咯，你唔揾张银纸，你黐线，咁女人梗系要有欲望噶嘛，唔系。有欲望系有欲望，其他嘢解决到，唔一定要钱。唔系咯，靠嘢可以解决到呢、這个，靠嘢可以帮你解决。唔系，我可以，但未必想帮你解决。但系咁样，即系点解你会点解你咁在意钱呢样嘢？系咯，嗱，我觉得呢个嘢唔系唔好嘅，唔系唔好嘅，系啦。但系点解？点解啫？冇钱你都生存唔到噶啦。喂，咁如果喂如果细过你但系有钱得唔得咧？都得。咁你即系中意有钱啫，有钱啫，即系你嘅 dream boy。唔系啦，点解谂到我咁肤浅？你自己啱讲噶，你头先有个 Nana 同你讲自己好好肤浅啊，就系咁咯，唔系我讲噶，有个叫 Nana 嘅讲噶。你话中意我啦，你话中意我嘛？我而家话俾你听，我180高，但我一蚊都冇，你同唔同我一齐啊？睇下对我好唔好咯。即系对你好唔好，即系有冇钱咯。始终都系嗱，对我好咧就系买贵嘢嘅，始终都系唔得啦。即系好明显，即系高度对于你嚟讲唔系一个好重要嘅，都系其次嘅。系啦，其实个问题系讲钱啫。系嗱，呢样嘢唔系唔好嘅，我觉得。我觉得 target on reentry
target oriented， 系啊 ，target oriented。target oriented 好好，即系譬如萧山都成日讲噶，目标明确，目标明确嘅女人系最好噶啦。即系我知道我自己要搵个有钱嘅男人冇问题噶，你咪向住嗰个 group 行咯。即系你要搵嘅你嘅 target 就系我要好捻有钱，好捻有钱嘅 group， 就唔好嘥车将我要大嘅。系啊，大嘅男人唔代表有钱，系啦，细嘅男人唔代表冇钱，系。好隐形。大咩啊？年纪啊！大J J有钱有啦，我一定冇有钱啊！话俾你听，佢讲咩都系嗱，有钱我要细眼嘅，但有钱 ，O K， 就系啊，就系我要大眼嘅，但有钱 ，O K。特别除咗钱呢样嘢啦，唔系啊，我想问一个问题咧，就系咧，你话要高啊嘛，系高系伴随另一样嘢噶嘛，就是、大只噶嘛，你咪要大只啊？啊系啊，都系高到瘦到我咁啊死啦，唔使啊，系咩？瘦到我咁，方大同咁嘅样咁瘦咧，一拱就跌噶啦，都 O K。哦，好咩？我哋而家讲紧 gym， 唔好都 OK 得唔得？即系你一个有一个 type， 有一个类型系你自己中意、啊，即系即系。我而家、哎、我唔系叫你拣啊，而家叫你要啊 ，OK？ 系啊，呢个呢一 type 我走唔甩噶啦，即系走唔甩咁冇办法噶。系啊，运错咗你，快啲系啦，你讲快啲。你搵一 type， 即系譬如你话高嘅，系啦，一个我觉得系要问一问嘅，即系头先阿 Kevin 身形嗰方面啦，有啲人要健硕嘅，但系我都听闻好多女仔嗰个 gym boy 或者 gym man 啦，其实佢哋系希望有少少肚腩仔嘅。因为你笑乜撚嘢啫笑，即系譬如之前问 Erica， 所以唔讲呢啲，我以为瘦嘅，跟住我先肚腩仔。阿 Lana， 你有肚腩接唔接受到阿 Lana？ 接受唔到。哦，但系唔系嗱，唔系唔紧要，个肚腩有毛嘅得唔得？屌你头射，你影射我嘅仆街，你影射有毛嘅，好 cute 嘅。嗱，唔好笑，你唔好笑，有毛得唔得先？个肚腩有毛嘅，有黏毛、心口毛、肚毛，系啦。咁如果你即系只冷衫就棘实咗，我睇你喷嘢啊！屌你，我睇你喷，得唔得？答啦，得唔得？即系其实如果你即系点讲咧 ，dream man 嘅，我觉得。接受唔到，接受唔到，得冇所谓，你讲，我讲，因为 gym 呢间个都唔同噶嘛，系咪？Erica 中意噶，冇所谓啫，系咪？即系接受港姐中意啲体毛好多嗰啲人，系咪咯？我个肚腩 Erica 话个好中意啊，你带咗程车鱼羊有冇？我有个问题想问，系你问咩啊？你个肚咧会唔会出汗？哇，肚真系唔会出汗嘅，会出汗嘅咩？肚唔会出汗嘅。你做乜？你食啲好热嘅嘢咩？唔系你有冇读过 fit？ 有冇读过 bio 啊？系以前话咧出汗得几个位啫嘛，嗱，加底啦，有汗腺啊嘛，颈位啦，系啦，跟住脊椎位啦，背脊啦，系啦，因为呢啲位有汗腺啊嘛，系啊，肚系冇汗腺，人唔会出汗嘅，知唔知啊？吓，但系点解我个肚会飙汗？你个肚睇医生，因为你太大汗啦，你上面嗰啲汗流咗落去，或者下边嗰啲汗流咗上去。你上边系啊，你上面嗰啲汗流咗落去，同埋下边啲汗流咗上边。系啊，因为女仔结构唔同嘅，中间形成咗一条坑嘅，就令到啲汗倒流咗落去啦。下边嗰啲汗唔系流咗上去，系点咧？下边嗰啲汗系蒸发咗上去上边，蒸发。然之后遇到冷空气，再凝结翻上个肚腩度，肚嗰个凝结翻。噔噔噔，就系你啦，加你啦，加啦。读过 physics 喎呢啲，系啊，真系劲喎。即系你系中意，即系健硕嗰边，即系唔好话健硕啦，你系个 gym type，gym man 个 type 系。正常 size 系啦，唔好即系无端端话我六嚿你都得唔得六嚿？朱古力呢个一定得嘅。唔系咁，你中意系六嚿多啲，定系六嚿冇嘅，但系又冇肚腩，正常中挺个 type 多啲咧？真系正常最好，正常最好。哦、有时有啲女仔惊太大只嗰啲噶嘛。吓亲佢啊嘛，系会吓亲佢噶嘛，一打落嚟，嘣一声冇咗。系啊，抱你先，哇，掟咗上天啊！都系。你对其他嘅有冇啲咩特别？即系配色啦，我讲配色方面啦，即系见到而家有一行其他俾你任写嘅系咩啊？即系会唔会对眼镜啊？系咯，或者一条手表啊？即系我 gym 咩一定有手表嘅。系啊，有啲点解嘅？屌，好捻憎女人讲一样嘢咩啊？一个男人就算自己平时系冇钱或者点样着衫唔好睇都好，但一定要有一只贵表同一对靓鞋。哦，系啊，嗱，有啲人系 gym 系咁样嘅，系啊，系啊，的确有听过，有身份嘅象征嘛，有啲系似系。但靓鞋我第一次听，靓表一定要嘅。系啦，你自己啦，阿 Lana 你自己啦，你对 gym man 有冇呢个特别配色嘅要求？系咧，装备上冇嘅，24小时戴住个氹，好冇？最好。干呀！唔系我谂佢咧，譬如我听过咁耐呢个电话啦，可能你咩条件都冇用噶，即系喺个 list 度咩都冇用噶，主要佢填有钱得喎。性格咧，性格要点样？使唔使啲咩特别啲咩性格咁样样？哦，即系爽朗啲。爽朗啲咩叫爽朗啲啊？系啊，香口胶、啊，即系俾钱就俾啊咁嗰啲啊。咪咯。
屌，我想买架飞机入买咯。喂，其实爽我好简单嘅啫，其实系啊，又想食咩啊？冇所谓，几爽啊呢个女仔，正喎、啊。冇得揀。其實唔係爽我嘅，即係可能因為我係讀女校嘅關係咧，嗰啲女仔咧係會即係你啲女人係好煩噶嘛，係即係會不停一嗌嚟嗌去咁樣，我真係中意。哦，即係你唔中意啲優柔寡斷嗰啲咯，係咁樣，即係要佢成件事係錯咗啊！係咯，你賴啦。專講緊 gym man 嘅時候，有個女校嗰啲女仔。咪咯，我女朋友都讀女校啦，點解佢都唔係咁？我懷疑佢真係佢個係咯，有少少亂亂地。唔係啊，同埋都係嗰句，都係有錢嘅，有錢。幾歲啊 ，Lana？ 我十幾咯。嚇！哦，十九啊，十八岁、哦，我哋仲读紧书原来，系咯，系啊，我以为你出嚟做嘢五年已经，前前读紧咩？而家你读紧咩啊？唔系读紧咩系唔紧要，有拍过拖啊？喂，而家有冇拍拖啊？飞咗，而家冇。之前有冇拍拖啊？有咩？有冇拍过拖？有。拍几次？喂，呢个我想问有问题先，你拍几次啊？讲埋，拍几次啊？拍过一两次咯。你拍过一两次，同你嗰个 gym man 嘅距离系争得远唔远咧？冇错，唔远咯，真系唔远。即系有钱嘅，即系有钱嘅。咁又冇乜钱。一百零嘅，一百六，我记得。哇！你 NBA 食龙珠龙皮沙两嘢。喂，有冇发生过性行为？哇，咁直接嘅，夹包嚟嘅，冇，咁有冇见过条巨龙？巨龙啊，睇 A 片算唔算？唔系睇佢嗰条，佢嗰条啦，梗系讲紧，梗冇啦。搞住有冇摸过啊？出嚟有啊？有冇摸过啊？有冇揿翻落？巨龙苏醒，唔系啊，玩 boss 而家揿翻落去先。有冇摸过啊？冇。size 咁紧要啊？你觉得？size 咁紧要，佢啲手枪嘅 size， 即系 gym man 嚟噶，嗰个口劲，唔系讲你条仔嚟噶 ，gym man， 不过你冇试过搏嘢，唔知好难讲嘅。冇试同嗰条仔搏嘢啫系嘛？你有冇咁直接嘅呢个？你破处未啊 ，Lana？ 我系啊，你估下？点估啊？有啊有，冇啊冇，我估，我帮我遵从翻我个玩法，等我估下先。有喎、啊，咁你觉得呢？咁个答案系咩啊？咁啊有咯。哦，有啊，得啦，不如。但系佢唔系，但系 Dream Man， 即系我好想知道女仔咧，系咪真系介意 Dream Man 个 size 都系一个考虑嘅因素嘅？其实，哦，嗰条巨龙塞到咪得咯。塞到啊！我即系入到嚟，即系相咪相对嘅，相对。咁我如果唔系好阔嘅，咪就你细啲冇所谓。已入咗啦。Hey， where are you？ 系咪即系鬼妹太大？我成日都话，所以呢班韩基咪硬着绿到。呢个唔讲啦，呢个唔讲啦。但系你真系冇，真系除咗呢啲要求，真系冇噶啦，冇特别要求。冇，我有个要求，不过我觉得自己好似好怪。我希望自己男朋友可以同我一齐睇 A 片咯。哇！呢个咪要求。有我有女朋友系咁嘅，要求佢，但我接受唔到嘅，唔知点解。系啦，我好尴尬咯，唔知点解。几尴尬。我接受，其实我接受到嘅，我其实接受到。我接受唔到，会接受唔到嘅，我接受唔到喎，真系。唔知啊，咪嗌。佢曾经上个 pay 个，喂，唔好播啦，不如好嘛？不如睇翻电影台好冇？系咩？真系唔得，真系唔得，真系。哇，最正系睇嗰啲正常戏。系正常戏就 OK。然之后突然之间有啲性爱场面。系啦，即之后就翻云覆雨啦。就想搞。正常咧，嗰个门徒咧，其中一幕就咪骑上去噶嘛？边个？系即吸嗰啲嘢骑上去。好深刻嘅嗰幕，张正初系啊，真系哇，嗰幕好深刻嘅，即系但系 even 你话好即系专业去睇 A 片嘅话，就我接受唔到嘅。但系点解你会有呢个要求咧？点解有冇一个原因嘅？因为我成日睇咯。哇，需要你睇嘅时候会唔会自慰噶？唔会啦，反正睇嚟真啦。唔系咁，睇嚟做乜嘢咧？你系好奇啊？即系我睇下你点做先，即系可以去打波咁，我睇下啲示范片段先。咁啊系嘛？学习。OK。咁佢个人系女校嗰啲系咪通常系咁噶？练咗几多招啊？而家我想问女校啫，练咗几多招先系答啊？冇啊，冇嘅。你又话学习系啦，你又唔系认真学习，唔系你咁学，咁肯学都唔学唔到噶。你要明系学生嚟噶嘛？系正常嘅。我读书啊，读嗰啲咩？唔系即系冇实习系唔进步噶嘛？系咁有假教噶嘛？呢个世界真系需唔需要学习下帮佢？
真正啊，咁咁咁直接嘅需要啦，唔该。但系咪系咪你啲同学仔会唔会又系好中意约埋一齐睇 A V 噶？定系自己屋企？我好中意我睇过一套，喂 send 俾你睇，会唔会咁样噶？你哋喺旅行？会睇咯，唔系系互相自教介绍咁样。咁、哦 okay, 你会唔会互相练习揸波噶？唔会咯，但系唔知男校会唔会咁样啦？我哋女校咧系有时即系你知有啲系 lesbian 噶嘛，跟住就会去厕所嗰度嘅搞一轮咁样，跟住之后就你喂系跟住，跟住之后就搞咯，系着翻条裙啊嘛，着翻条底裤嘅，系喂喂喂，但系你哋你我啱啱要问你咧，你读边间嘅？想去参观下，唔系咁淫邪，点解？边间我唔关事喎、啊。唔系我问下啫，边间你读边间？观塘区啊，即系如果唔紧要噶，冇人认得你。冇人知系边个噶？冇人知你噶。我哋做咗五年节目啦，已经冇人都冇认得我哋。系咯，冇人，系咯，见唔到。真光，真光，哇！喂，好似好似咩？九龙真光，定系油麻地真光？系啊，九龙真光定油麻地真光？其实有四间嘅，你知唔知？啊，系啊，系咁，我问你两间系咪啫嘛？两间系咪嗰两间咧？两间都唔系，两间都唔系。咁你讲，边区啊？边区啊？咁你自己讲咧，自己讲。边区啊？系啊，香港仔，香港仔，香港仔真光啊！喂，不如搞个团去见识下啦。哇！我几时开放呀？你学校咪同学校联谊啊？你学校几时开放呀？我哋过去教做 DJ， 系啊，教做。嗱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去过圣洁灵。我教大家写稿，fail。圣洁灵系冇乜嘢，我觉得圣洁灵啲学生系好正经嘅，我觉得。你黐线嘅，喂！我第一个女朋友就系圣洁灵，点样咧？哇！我到爆啊！黐线，系嘅咩？劲勤力啊！好乖嘅，好乖嘅，读书又乖又勤力，又读书又好又乖。佢嗰阵时无端端帮我就嚟啦。系，军集系嘛？系佢又佢做功课，唔系唔系，用嘴部大炮。佢上堂学咗啲嘢，系，然之后佢话想试下，即系融会贯通用翻生活上面。好好位，我嗰时问佢你边度学翻嚟噶？冇啊，你上堂嗰时学翻嚟噶。我话你上堂会学啲咁嘅嘢噶？会啊，咩堂咧？借问声，拜屙咯，哇，或者伦理啊？哇，你会唔会咁啊？阿 Lana 会唔会学嗰啲嘢咧？上堂唔会，唔会嘅，多数都系交流一下啫，系咪？系啊。嗱咁啊，咪好啦，咁啊，研究个波形。系个波形有咩？你系咩型噶？你个波报告话俾你听。你个波系咩型啊？波形。有好多波型噶嘛？可唔可以俾啲形容词？有竹笋波啦，有八字波啦，有警钟波啦，你系边样？你系零波啊？定系明日波啊？即明日波，即系将会发育嘅波。你笑啦，冇讲过嘢。我有讲嘢。咁你系咩波啊？挺嘅波。挺哇，好难，好难相信。即系瞓喺度都挺系嘛，不倒波嗰啲啊。好正，好似好变态。点解接个女倾到你哋？不如会唔系最正咧？你唔讲唔讲唔讲，惊。喂，不如你个波系咩型？好正，我觉得。我跟唔到你哋个波。我太中意呢啲嘢啦，冇办法。Lana， 你唔惊啊？如果我哋咁样同你咁样讲，我唔惊啊。喂，其实你可以介绍呢啲女同学咧，喂系打嚟嘅，其实可唔可以啊？可唔可以啊？其实咧，佢哋都有听噶。嗱，真噶，喂，嗱，我俾个任务你哋，系好简单，礼晒先。首先咧，你知嘅女同学所有知嘅咧，就走咗去游戏人间 Facebook 专业咧，即系呢个 B A C K S T A G E M E M B E L S。你但你嗱，你知还知？我哋约个时间咧，好唔好啊？好嘛？嗱，两点后嘅 ，OK。唔好啦，由佢啦，由佢啦。拉完之后啦，叫埋啲 friend 一齐拉啊，跟住唔紧要，系动用你哋嘅美色。系嗱，呢个系 task 嚟嘅，系我因为真光女仔系 OK 嘅，唔系啊，系即系我觉得女仔咧系有需要试一试自己吸引力去到边，系你明唔明啊？即系跌咗入，哎呀咁啊嘛，唔系又好重，哎呀好重啊，系啦，即系究竟男人系啦，佢可以帮一个女仔帮到几多成咧？系其实系证明个女仔嘅魅力所在喺边度噶嘛？系啊，我哋中学有个女仔咧，即系肥肥地噶，喺走廊度跌咗五本书，系佢哎呀。冲啊冲啊！冇人踢走啲书，系啦，冇理啊嘛，所以咪冇魅力咯。咁点样可以进行呢个游戏咧？嗱，沙头上已经好多女同学噶嘛，系咪？
嗱，你试下一人叫我哋揾几个男仔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，斗多，斗多，斗多。嗱，你系边个赢咗？你私人送礼物俾佢。斗多，系你报翻嚟数俾我。系，你哋自己私底下较量。系啦，系啦，然之后报完实数俾我。系啦，系啦，咁我对翻，我对翻个表。我请赢嗰个上，我请赢嗰个食饭咯，好，请食饭，好，好，加油，知唔知啊？努力，食西餐我哋去，西餐。嗱，嚟报一报数先，食德国肠。嗱，我哋知道个游戏几时开始噶？而家911个人。嗱，如果我见唔到有200人嘅增长嘅咧，个游戏未开始嘅。唔系，如果我见到200人咧，因为唔系你谂下啦，你个班我当你三个女仔听好冇？系，如果三个女仔每人去搵50个，咁咩魅力都冇，系唔系好得咯？增光，增光，你影相增光学校啊？点咋？增光一个中学 ，OK？ 我会去信你学校。呢件校服五倍呢件校服啊！我会去信你学校，叫你校长。格实嚟，记住啦，记住啦，哦，得啦，我哋会搞，我梗系知女客梗系多啦，我哋会搞个教点样做 DJ 啊 ，Web J 啊，嗰啲叫咩 ？Web J 啊，知啊，不如揸教 Web J 好嘛？是但啦，咁嘅嘢咧，教个团噶，正哥，我哋有 DJ 班喎，迟啲，系啊，上嚟报名咧，系嘛？你一日放学，见到我哋三个无端企喺学校出边，系咁喺度讲嘢，你唔需要担心。系，我哋做紧节目，因为我相信我哋入唔到学校，我哋教只喺你学校大门出边嗰度教。系啦，我哋就三个自己喺度讲。系啊，你见到都唔好惊，其实都系做紧户外直播啫。努力啲啊，努力啲啦，好冇？系冇？俾心机，赢佢哋，赢佢哋。OK， 好啦，拜拜啦，停波，拜拜。可以攞啲纸啊，波大啲啊，咁会。